粉丝说我们敢不敢再串一次2021年火的歌？对，说我们如果还能再串上来的话，对，我总在每一个黑夜想你，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。你爱着谁？心突了几道伤，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，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。未来的几说抱歉。哎，我刷到这个大院联盟，他2020年的音乐串烧，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了，真的。要不我们也放伴奏来一个吧？可以啊，来来来，放伴奏了。我总在每一个黑夜想你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夏的风中有我隐隐吹过，我和你飞向蓝。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咸？能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哇塞，好香啊！哎呀，刀饭点，要不要一块进去干饭？可以啊，可以这样好不好？我用的 Lady Song 的伴奏，咱们一人接一句关于干饭的歌。要是你们都接上了，我请客，好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来，出来。咖喱咖喱，轻轻一夹，咖喱咖喱呀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。拜拜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放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。你们什么都接受了。来了。哇，大姐你怎么才来呀？打工才下班啊。哎，打工，要不我们以打工为主题唱首歌吧？可以啊。谁叫他是买单？来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，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，我每日每夜工作从长睡起飞。 Today I don'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。